我心中在跳这个呐，金彦君，你上期望的就是这个时阵。千玺，你想在放生我？跟咱宝贝查某囝，佮佮一个美情月输在是相亲。我来。在烧炕哪？无代志啊，我只是感冒啊。你是我袂讲啥？我什么时阵跟你有查某囝啊？我靠！我甲菲菲讲啊，带等去照顾两天好啊，让你好好休困啊。啊，若无你过来照顾伊。芊芊，伊就是咱宝贝查某囝戴安娜，又有你茶不思饭不想。你看叶斌，你看叶斌，已经养我七孙孙啊。伊遐尔有爱心，佮遐尔有肉体贴，愿意做伊的女朋友，一定足幸福的。咱两人已经结束啊。你别再来找我，安娜，你是要来破坏我的相亲哦？志玲，这物件先放伫你家，啊，我找时间要甲你讲一件真重要、真重要的代志。你别生气好不好？好了，我答应你啦，以后你要饲我一个囡仔，我拢听你的好不好？行，咱即马得个咱戴安娜。做去水族馆，是永生花呢。燕君先做要把这花放伫我家，阿姨讲搁要找时间甲我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